我们举办全国的书法作品展，我们把得到这些前几名的这些作品，大约有40幅，我们在我们新竹县政府的一楼二楼的走廊上把它展示，大家看了之后都觉得非常的敬佩。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对于书法这个的推广，我们是卯足了劲，由我们文化局教育局全力的推广，从国小开始让我们的学童就可以学书法。我想书法是未来领导人才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，又是我们文化的瑰宝。当你在学书法的时候，你可以静下心来全神贯注在学习怎么样一点一瞥中国的书法，真的是博大精深。那我也希望这个活动远远的这个能够再推动下去。